王柏杰王静也要和喜爱的人在一起，饰演千金小姐的王静爱上了门当候补队的王柏杰，两人私奔却因为不小心摔倒流产，最后被迫分开。紧张啊！不要怕死呀！为了保住性命，王柏杰只好把他送回家，给女主角医生父亲治疗。这一幕分手桥段，张律师阻让许多观众看得好揪心。很多人应该就是有真正爱过，有真正付出过，你才会被感动到嘛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刻骨铭心的爱过一个人，对啊，你应该不会被感动到。剧中王柏杰、王静完美诠释大小姐与长工的凄美爱情，究竟女主角和副中孩子有没有保住性命？望路上引起讨论。本周还有新角色出现。 对，今天开始，咱就先开始了吧。您好，我叫阿秀。阿秀和王柏杰的认识会发展